主料：八宝粥米25克，薏米30克，百合10克。辅料：水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用料：薏米洗净沥水，百合洗净沥水，八宝粥米用清水冲洗两遍，沥干水分。将各材料倒入炖盅，加水至满，电炖锅中加入适量清水，放入炖盅，盖好盖子，低温打隔水炖煮一夜，米烂就成，盛出食用。烹饪技巧：八宝粥米可以用精米代替，或者不用，粥的吸稠度随自己喜好，酌情增减水量进行调整。此粥也可以直接在炉火上熬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